据台湾媒体报道，陈建州、范玮琪夫妇尽管面对网络酸民谩骂，总是散发正能量。不过，29日，范玮琪罕见大动肝火，在微博以123字呛声酸民，要他们看看双胞胎儿子飞飞翔翔的玩水照，借此消消暑气，劝告少点批评，少点恨。之后更强硬表示，若还是要肆意乱瞧，您就行行好，去别处发脾气批评论断吧。显然被网友不理性的留言惹火，但未说明是什么事。其实黑范夫妇在网络世界动辄得咎，陈建州曾在斯琳娜离婚时留言献上最诚挚的祝福，加油斯琳娜，被网友骂翻。范范也曾经分享在飞机上要脱鞋挨轰贪小便宜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